哎，看呀，哇，这个翻白肚子，哎呦呦呦，慢点，是条鱼呀、啊！我刚才离这20多米，我就看着这条鱼翻着白肚子，我就知道肯定是条鱼。哎呀，多宝鱼啊，多宝鱼，不错，不活了，可惜。哎，活的活的，还动了呢，给你浇一浇。这是搁浅了呀，哎呀，不太好拿，这个鱼太大了，搁浅了，这是缺氧。看啊，还活。大家喜欢我们视频的，多给我们点点赞，谢谢喽。再打点水，啊，带回家给牛牛吃。哦，好了，这抓完多宝鱼，我又发现了海鲈鱼。哇塞，2条，哎呦呦呦，都是活的，活的，活的，大口呼吸了，来吧，进桶。哎呦呦，游浅了，这个游浅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是有点浅，对他来说有点困难。哎呀，多宝鱼我装在袋子里了，装那个桶里了。这个来吧，跟你们装在一起一会儿。你看，小河豚，哎，两个。这里还有，这里好多呀，这应该是放生的吧，他们。你看，这还有丁螺，哎呀嘞，好多呀，太多了，先放在这儿吧，估计是别人放生的，要不就是搁浅的，这一太多，你看这个大，哎，掉了，哎，你看你看，这是裙带菜呀，这还不是海带了，老远看我以为海带，你看，根子它长这样，这是个裙带菜，哎，好干净啊。这一根就够一盘哈，太应景了，我给它洗一洗，洗一洗带回去。哎呀嘞，这纯野生的真好。这里又发现一条八爪鱼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不是2条八爪鱼吗？这个头太小了。哎呀，我只发现你这个脑袋了。哎呀，2条八爪鱼，给它洗一洗。哎呀，回家爆个头。看，这里又一片海带，这应该也是裙带菜。裙带菜，你看没？不要了。看呀，这是做凉粉用的。这里好多呀，大蛤蜊。哎呀嘞，回家给牛牛吃。你们说怎么样？哎，海凉菜这也是，海凉菜太多了，我基本上都不捡啊。现在这个海洋特别的丰富，海洋资源。哎，这叫海菠菜，这是。又发现丁螺了。这还挑八爪鱼呢，那还有丁螺，哎呀嘞，今天运气真是好呀，太棒了吧这也，嗯，这个八爪鱼好小啊，回家给小朋友吃，你们说怎么样？哎呀嘞，小朋友应该都喜欢吃那种小的吧，大的有好多他害怕他吃那么大，小的正适合小朋友呢，哎呀，所以说家里有小朋友的，就吃点小的就行，嘿嘿。看这圆不溜秋的，哎呦嘞，很少见呀，这是活的海葵啊，哎呦，刺水的，刺水，刺水，刺水，这是喝饱吃足了呀，还刺水的，圆的海葵你们见过吗？很少见的，这个炒个韭菜才好吃呢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鲍鱼，哎呦，海葵差点掉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一个海胆，小海胆，这个蒸蛋好吃啊，也可以生吃。这还有扇贝，哎，都不是很好了，看没，这个肉都出来了。前边还一条八爪鱼，哇，这是开花了吗？脑袋鼓鼓的，下边开着花，里边还有木。哎呀，有大米的这个。这个回家，我吃吧。看呀，这还有扇贝。哎呀，今天扇贝怎么回事呀？都开口了都。你看，这里还有好多的。哎呀，哎呀嘞，这些生蚝呀，这全是生蚝，煮个面条吃。大蛤蜊，哇塞，今天蛤蜊好大呀！你看，全都是山水画呀，这蛤蜊好漂亮呀，吃起来都有心情。你看每个蛤蜊它都不一样，长得都不一样，跟人似的，长相还不一样呢。这个碎了，碎了咱就不要了吧。哎呀，把它放回大海里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个两个瘦了啊。丁螺，哎呀，这丁螺嘞，你还学会钻沙了呀？这小丁螺，你看，就这几个，也可以啊。哎呀，
这还有小螺，你看小螺也可以吃。你看这个扇贝，哎呀嘞，都出来肉了。这是它的黄，这是它裙边，哎呀还有胃囊呢，胃囊应该在里边，放着吧，喂螃蟹。哎呀，这还一个海虹，这个海虹好沉啊，你看这么大，跟我半个手掌这么大，你们见过这么大的海虹吗？哎呀，活的哈，带走。这里有螃蟹，那边还有一条鱼，我天！在哪儿？妈咪，你没看到我看到吗？你快过去看，在这里。哦。哇塞，它一动不动的，不活了吗？活不活啊？啊？打不动，你游起来看看呢。跑了。是不行，是不太好呀。但是它这个还活，它在这里动了。天气太冷了哈，现在是。虽然阳光很好，但是哈温度低了。再好几年有没有来赶海了？又来抓住一只石斑鱼，这个石斑鱼是野生的，哇塞，吃起来可过瘾了，肉质非常的细腻。打点水吧，然后非常的鲜香。下螃蟹，让我来看看螃蟹，螃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你看螃蟹爪子也还动，哎，吸的样子，你看。好大呀，好，这只好大，前两只好小。哎呀，你看公的有公有母，哇，都很肥，都很肥，试起来感觉起来沉甸甸的。你哎呀，这个爪子还一直在闪闪闪的，别闪了。好了，这里给我点点赞，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你们。懂了啊。嘿呀，这么小的小海胆还要不要呀？带回去，毕竟它还是珍贵。这有八爪鱼，哇，看到了，它脑袋应该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哎，在这儿。哎呦，深眼水突然又红起来，哎呦，怎么拿呀这？哎呦，它脑袋在这儿，你好呀好呀，脑袋在这儿，可是我手套太厚，我伸过来我也拿不着它脑袋。哎呀，就直接把这个石块解体了，就拿到了。哎，鱼放起来了，就是个螃蟹了。哟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嘿嘿嘿，一下子两条八爪鱼，桶里还有五六只螃蟹，这也太开心了，还养着一只大鱼。够够，今天非常开心。哦，捕到扇贝，赶紧捡吧。小红贝，就这个季节吃，以后就吃不到了，以后吃那种毛腿，那种叫港湾贝。这叫港湾贝，这叫港湾贝。有时候脑子不太好使，吃那种贝，就是身上毛特别的。对，咱几乎不太吃市场，也不接触什么鱼币，我也记不清它叫什么。呀，哦呦，我的天，你差点踩了，你脚在这里转悠一圈，挪到那边。是你差点踩了。哎，不管了，反正没踩。这个海青鱼肉不多，吃不着，卖掉，让他们去做工具品。还收了，这里还有烂掉的海青，你看看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长好标志，做工艺品好看，收了，没了吧？走，这里白白的，这海蛎子，野生的海蛎子，这啥？嗯，海螺，看这里边很脏啊，像没有肉吧？让我来看看，又像有肉的，带走，一起煮了吃。啊，不行，它太小了，不带了。这啥呀？啊，不要了。哎，这海蛎子这么大，我还吃什么小海螺呀？这还有一个这个。哎，一个小鸡翅螺，这个也不要了，行。它就长这么大，好吗？小海胆用，小海胆用。那我先吃饭去。我走一圈就回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么大的八爪鱼，我真没想到。哎呀，看，你们看底下还有一个毛蛤蜊，小毛蛤蜊，被八爪鱼吃成那样。哎，那可能有跑，八爪鱼的吸力可特别大，吸着它就容易把它给抓透。这石头抓出去。哎呀，啊，大这里红的螃蟹啊！哇，这个可过杀了，你看，哟，好凶啊这个，哟，看这公的母的，这是母的，怪不得凶呢。这是二母蟹。
这个，嗯，对对对，抹的比这还远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哦，看看，半动不动了，你看，这动，把自己都动麻了，你看，它也是活的，你看。这公的。回家缓一下，都缓。我都说好多遍了，我就怕网友不知道。看，哦，嗯，非常好。哎呀，这一共是几个？七八只啊！你看，这个是公的。哎呦，这也是公的，太沉了，一个差点一斤。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吧。今天咱们差不多就到这儿吧。底下海蛎子、大毛蛤蜊，还有螃蟹这么多，还有一个石斑鱼，我今天提不动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